啊，从小看到的滑手，李子敬。你再这样，我就生气了。刚刚你的表现不错哦，我刚刚都拍到了。哦，对，我再送给你一个。你送一个。好，那裁判还在紧张的为高军奖核算最后的分数。什么招来的呀？360雷肖比啊！蒋总，这是正片的采访，注意用词啊！谢谢，注意用词。我觉得说正片采访什么？哎呦！你要做什么来？事先跟我们讲一下，做不成要吃啊。吃啥？吃饭，没事，吃饭。他们是到3:30对吧？告我抽烟。哦，天哪，别抽烟呐、啊、抽烟伤肺的，不抽烟伤心啊。我手机都关机了。要不要充电宝啊？要，来，给你充。不、哦、对，王雨桐过来这边拍个全身照。这是第二组，这也是第二组。不，其实是我是第一组的。你是第一组的、啊、对，就是想让潘佳杰那个叫什么一下独秀，一枝独秀。哇，今天第一次看他这个动作失误，第一次看他失误。对啊，先让我再看他失误一遍。赌吗？赌。下注。下注吗？多少钱啊？快点，他马上要做了。哦，不用下了，他好像要收皮了。谈钱伤感情啊。